然后今天要来记录两个月又七天的乐音，一天呢到底都在干嘛呢？一点多喝完牛奶呢，还会把它放在床上，它应该还会再小睡一下。那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帮香香量体温，今天也不例外。确定他每天早上的体温是大概落在多少，那只要有发烧或体温有变动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。37的，他应该他没有想要再睡的意思，所以我们把他搬到另外一个房间，坐到这个红色的摇椅，让他看一下爸爸妈妈在干嘛，比较不容易哭闹。所以今天一整天呢，到睡前呢，都会在这个房间玩耍。のじゃあママ顔拭くよね、朝みんな顔拭くからね、おてこよ、きれいきれい。今は遊ぶ時間、見て、遊び遊びどうですかお母さん手作りのそうだね、手作りのおもちゃ。おもちゃチェンジだよ。きれいなおもちゃチェンジしよう。ね、おもちゃチェンジしてまた遊ぼうね。ね。大丈夫？あとでエアコン入れよう。心情很好啊。那我们再去车车上玩游戏好不好？我们来念书吧。今天来看食べ物，食物。早上我们来看一下书啊。我们来看小熊他喜欢吃什么。刚刚念到这个，小熊呢喜欢吃番茄。你在看番茄什么颜色？番茄是红色啊。那刚刚说什么？水果也是红色。苹果。どうしたの？飽きちゃったの？ママここだよ。遊ばない？ね、遊ばないね。あ、タコしたいの？让妈妈抱抱就安静了。早上就要抱抱。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嘿，嘿。你在看什么啊？嘿，在看爸爸啊、哦？你在看爸爸是不是？在看爸爸干嘛？早上就要抱抱，不行啊！香香，问运动，运动，我们来运动好不好？一二一二一二，看妈妈这边，看妈妈这边，我们来运动啊！一二一二一二。早上不能抱抱啊，早上要运动好不好？不睡觉的话跟妈妈玩好不好？一二一二一二，脚脚运动。
才叫运动。ご飯だよね。ご飯ご飯。はい。OK。ここはい。ゆっくり飲んでね。你喝了100cc耶，喝这么多要打嗝啊，好不好？怎么啦？怎么不开心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打嗝啊，打嗝啊！奶奶奶，奶奶奶。散歩に行こう、パパと。パパとお散歩に行こう。睡醒的阿香啊，爆哭，所以我们决定带她出来买午餐。かわいいねえ。あやかお風呂入ろうか。よし。はい、お風呂行きましょう。はい、お顔洗おうね。あやか、お顔お顔。散歩しようかね。眠たいよね。あや寝ていいよ。ね。ちょっと寝たら。ね、毎日この時間はぐずぐずするな。あ、餌だよ。みんな来て。you
起きてるよ。山本先生在采他的番茄，超多的，每天都会长出很多，不采的话都会掉在地上，有点浪费。